妈妈的弄巧成拙。好好好，就这么讲，我马上就到。哎呦，放心哦，我不跟葵大姐讲。最近天气降温，你都感冒了，还出去跳舞？哎呦，姚大姐新成立个舞蹈队，叫我晚上过去跳，我正好运动运动，出出汗嘛。以前不是跟葵大姐跳吗？现在跳槽了？哎呦，你不要提葵大姐了，她那个舞蹈队啊，就四个人，那两个人还不会跳。哎呦，我懒得跟他们跳，正好姚大姐在哇舞。乖乖，跳个舞还搞起侧反了。哎呀，坏了，是葵大姐，她肯定晚上找我去跳舞的，我得躲起来。你往哪躲啊？你就讲我不在家啊。哦，他讲他不在家。哦，不是，他不在家。他不来，那我们三个人交谊舞跳不起来呀。那我等一回他。啊，那什么，你别等了，一时半会他回不来。哦，那好吧。哦，对了，用一下你们家卫生间啊。啊，那个我家马桶坏了。坏了？一整个碎掉了，拉屁股。哦，那好吧，那他回来就他去找我啊。哎，好像是艾兰声音啊。艾兰，你可在里头？艾兰不是在家吗？哎呦，你这个死老头子，我不是在家吗？你干嘛叫我不在家呢？对呀、你什么时候在家的？你在卫生间里搞什么呢？你家马桶不是碎了吗？我最近感冒了，我躲在卫生间里面打喷嚏了，我怕我打喷嚏太吵人了。对，你看刚冲的感冒灵嘛。来喝掉了。姚大姐电话。小杨找你搞什么？拿纸刀呢。哎呦，还视频电话。这是什么事啊？你怎么还不来啊？都跳起来了，快点等你、我今晚去葵大姐那跳。你不是讲葵大姐那边不好，要到我这个舞蹈队吗？哎呦，葵大姐那个舞蹈队那几个人跳的什么玩意啊？尤其是葵大姐不会跳就瞎跳。啊，那个葵大姐正好在我家呢，你看她在你家。这个姚大姐就乱讲话。这走吧，走吧。哎，算了，你还是在卫生间里打喷嚏吧。你家马桶可是你打喷嚏打碎掉的。